就是说你不要看一个修道人做事，你说他没有在修行，其实他这边做一支香两支香，精进就是要有我所，对，真正的精进他不是他要离开这个相嘛，哦，那所以精进，然后这个所谓相续的清净的定啊，那就智慧啊，是指这个。那第二个清净是你了不了业啊，所以清净两个层次就在你的看好你的这个身业啊，你的身跟心的状态，你要了你的身啊，那心呢啊，再往下啊，你的贪嗔的状态。你先接收，那你不要葬在这个地方了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你久修的一些妄想执着很强。好，记得哦，我讲预习第几页？13、14、15。好，哎呀，很大声，这边好像累了，可能今天这边好像比较累。好了，先回去啊，回去预习预习。我们不急着修，先把讲义收起来啊！先把讲义收起来，那我们先合掌。毕业季节哦，要到了，这些人穿的是毕业服。我也曾经穿过学士服，穿这样好像是科学小飞侠一样，快要飞起来了。亮华可能在地下室工作吧。没有看到他，大概在地下室。这双也不是他的。